这一路上九如塔、化荒叛军、妖族活动的痕迹都消失了，凭空蒸发了。凭空蒸发？我看到未必，要么是他们已找到了正确的地方，要么就是这地方他们进不来。有道理，但愿不是前者吧。不过若是你说的第二种可能，那此处究竟有什么不同？谁知道。阿良，你看这个，这好像是地厅的标记，像是刚留下的。走，我们去前头看看。地厅耳目灵通，说不得有我们想要的消息。小哥哥，你们来这儿做什么？莫不是来找地厅的？沿途所见有地厅的标记，那痕迹颇新，行到此处又见你迎出来，那想必是有事相求。既然这样，何不直白道来？有事相求的不是奴家，具体来说那是说来话长，总归是我们地厅中人出了事儿，具体发生了何事奴家也不知，不过想必事态紧急，否则那人是断不会留下此标记。那留下标记的是谁？五蝶？哎，小哥哥，我说你怎么就单记着我们老板娘呢？春夏秋冬酒色生香，我们姑娘也不止一个，莫非是……哎呀呀，脸怎么还红了？洞主，又来一伙强奸的，快快宰了他们！羊皮抢个没完了是吧？先是群呆子，再是条傻狗，后边又来了个娘皮，大王倒是要看看这伙来的是什么人。美人儿。这些妖怪凶巴巴的，好凶哦，瞧他们满口颠三倒四的，不知道在说什么，我一个弱女子打不过他们。我们既知他身份，他何须如此？别阴了，一起上吧，这几只化荒妖怕是都不够你塞牙缝的吧。奴家才不要吃这种杂碎，这滋味最好的其实还是……罢了罢了，今日春晓两贬，多有得罪了。还想着你们怎么会来这儿，原来是阴哥哥的小招被人掳走了，按交情倒得帮些一把，但奴家也才到不久，要么诸位不如与奴家同行，去找我们老板娘。哎，你刚不是说不知道出事的是何人吗？奴家说过这，奴家不记得了。我们老板娘日前在此盘桓许久，若寻到她，她那儿说不定有你们要的消息。当然了，你们若另有线索，那便作罢，奴家就先行一步了。若愿意，二位随上来便是。于西，我看不如跟上去。眼下只能先如此了，但愿他知道姨妈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。那就走吧，再不济九如塔的消息他总该是有的。我得跑，别拦我。
这家伙疯了，上来就动手。这地方啊，最近疯的可不止他一个。到底怎么了？你看前面那是一枚茧，坏了。春兰姑娘，等等。诸行无常，诸漏皆苦。原来人是有这么多的情绪吗？可为什么我都不记得了？因为多年前你自己丢掉了他们，自戴上面具的那天起，你就只是五蝶。往昔皆以为臣，这些情绪早就与你无关了。我放弃的，那为什么我还会流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是你诓骗了我。这面具吞噬了我的魂灵，让我成为一具没有情感与记忆的躯壳。没有情感，没有记忆，那为什么要继续活着？你干了什么？五爹，住手！这是那甘陀寺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为什么要继续活着呢？那些支离破碎的过去也在问我，为什么还要活着呢？夜乐氏之女，为大夏跪赦，死与宋人勾连，暗通曲巫，现彭阳大败，罪及九族。小娘子，你何苦与那宋人私通？而今没了你爹，谁还能庇护你？不过放心，那年姬皇的馒头咱们都没放，会给你个痛快的。范大人被贬，朝廷更易边将，元昊狼子野心刺中原百里，今宋夏之争将起，我不能再留，但只要你活着，我就没法下这决心。欢迎来到我纠缠不休的诅咒里，我若不得解脱，那就和我一起都死在这儿吧。他们过来了。老板娘，等你醒了，咱们得好好说说今儿的事儿。阿渊，我后来来找过你，等了许多年。等了许多年，但我却不曾。得等你多年。彭阳大败，我爹被朝中构陷，株连九族，满门抄斩，
我面儿苟活，却被昔年救下的灾民围猎。可你没在那些事中死去，却在这等他的那些年里戴上这张面具，错过与他的相遇。而他在多年后回到这沙陀寺，化作复灵，等着永远不会归来的你。你看，天道无常，人世扰扰，你会与他错过，也会受尘世磨难，只因身在尘世间。上一次你戴上面具，只是懂了这些罢了。所以，这次，你会如何选择呢？生死别离，尽为空无。贪嗔痴妄，皆是业障。博其实梦，强梁祖名共识者死即生，尾随时观，错断时句，穷其藤根共识骨。嗯，什么声音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声音？你没有听见刚才那句话吗？博其实梦，强梁祖名共识者死即生。算了，或许是我听错了吧。武老板，既然你没事了，那我也就回去了。对了，这小哥哥可有事找你打听呢。不过武老板别忘了咱们的规矩，等价交换哦。哎，你别走啊你。什么等价交换？我们方才帮着忙不算数？不是说武老板知道九如塔动向吗？啊，那什么九如塔的动向，这我们倒确实知道。这位是九儿，你又喝多了。消息是能给他们，不过我们眼下的事情也得有个人解决。前头石窟里的那头狼可在找那东西呢，我们得帮他一把。有道理。喂，你们啊，帮我们个忙，帮我们解决了蠢狼的事情，我们武老板就把九如塔去了何处告诉你们，怎么样？我们还能怎么办？走吧，我和老板娘到时候在前头等你们。